靠！我从头被追到尾啊！那边啊，那边啊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啊，哦，老头期待好久好久了，终于呢，啊，终于上市了，哈哈哈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二次灭绝》哦。那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地球呢，因为恐龙异变的关系呢，灭绝了。那为什么？已经没有恐龙的地球会有恐龙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。那就是因为恐龙的关系导致地球灭绝，所以说我们人类要站出来去把这个地球给夺回来这样子哦。然后呢，感觉就有点像是方舟的那种 feel 吧。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驯服什么之类的哦。不过我看这个报那个新闻报道，他有讲说这个游戏的类型呢。哦，比较像 L4D2 的那种类型，所以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驯服之类的啊、哦。不过我还是可能会把它当成射击版的方舟来玩看看吧，好不好？那么啊，准备要开始了，各位，我们要起飞啦。那这个跟 L4D2 一样嘛，所以说会有那个多人共斗。不过呢，它这边最多就只能三个人一起玩，很奇怪，为什么它不是四个人，是三个人？这我也不是很清楚啊。反正总之呢。我们就一个人啊，孤单边缘人来玩看看吧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。任务选择哦，它总共目前有六个关卡、哦。哎、欸，现在是关卡有点少，但是之后呢，可能会再继续的添加啊，继续的更新。哦，现在价格很便宜嘛，300多块钱嘛，之后可能就给你涨到600多块哦。他们那个制作团队有讲哦，先买先享受，晚买就是贵贵伤伤，但是。内容丰富这样子，灭绝特战队 ERA 的生命线，本质上来说就是运输船。我们用他们运输你们在地球的什么连接站之间返往返啊，反正是一个地区吧。运输船数量有限，但我们怀疑在冰原中发现的机场上有几艘大侵略之前建造的运输船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要把那些运输船夺回来就对了。还有四位角色啊，骑兵、谍报员、实施者、骑兵。哦，他每个被动技都不一样嘞，武器大师。那这个嘞，这个有点像狙击兵吧？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好了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好了，有武器大师的这个。哦，狙击步枪、突击步枪。散弹枪、狙击步枪，好，带散弹枪。好，先这样子。还在母萨萨，下面都母灾。谁哦？选择一个投放地点是不是？好，管他了，我们就直接投这里好了。北样胜哦，北胜啊，玩久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ERA， 好，开始了。哦 ，G 是手榴弹 ，H 是补血。嗯哼 ，Q， 哎、欸，我 Q 还不能按嘞、欸、，Q 还不能按。现在是在读取的意思吗？哦，空投舱，不要冒不必要的风险。就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我好可怜哦。这个游戏是不是真的不能一个人玩啊？哦，我觉得这样好歹我也可以叫个 AI 来帮忙一下吧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玩好孤单哦。哎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回家，近身打击，切换武器，机场机库，特殊能力。哇靠！马上就冲过来了。哎呦哎呦！哦，射到头，射到头直接秒掉。H 是补血，手榴弹，空投是 T。他这个射击的那个反馈，其实听起来蛮爽的哎、欸，就那啪啪啪的声音哎、欸，听起来蛮爽快的。
然后总共有三个点，是不是 ？A、B、C 哪一个比较近啊？我们去 B 好了 ，B 比较近一点。要到达这么多地方啊！天哪 ！OK OK。哦呦哎呦，哎呦哎呦，这个红色是强化过，我靠，靠杯啊！我靠我靠，啊这地上肉块是怎么回事？干还没死啊？行嘞，有解决了，哎呦危险！射击版方舟，Hello， 一个人吗？送你上西天，自己卡在那里，笑死了。好，看一下这干嘛的？使用大门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恐龙黏液。恐龙黏液是哪一招啊？靠北，我会被咬死啊！这些恐龙他妈还会瞬间移动，补下血，补下血，救人哦！哦。他奶奶的，太危险了吧！哈哈哈哈哈！酸起来！手榴弹丢一下。我靠，这不是一个人可以玩的、啊。我要死啦！迅猛龙王会释放讯息，让他们进入狂暴状态。干，迅猛龙王在哪里啊？该不是你吧？迅猛龙王在哪里啊？连接，连接。准备起飞喽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我觉得我们玩坦克好像会比较好一点嘞。这个该玩个坦克会比较好吧？救人救人，晕酸！哪一招啊？去下一个，去下一个。感觉这些是打不完的，我们还是不要想太多好了。没有运输机库。跑哦！我们是要架着，我们是要站在这一台直接离开，是不是啊？那台车停在那里。这边有一个，看一下。而且很好笑，那些迅猛龙居然追不过我啊！太好笑了吧！空投补给，空投补给。那太危险了吧！干这只迅猛龙。拿靠杯啊，只能拿一次而已啊！欸、他的补给没有补血啊、哦！哇，我还了哇！哇，还了啊！哇！
这个补给没有补血，这一台也要给他放出去啊！怎么感觉这个游戏好像不能让你选难度的样子啊？好，我要死了，谢大家。完成了是不是？先跑再说。救人啊！Oh my god， 有补血了！刚刚那个超级补给包，太棒了！哎呦，还什么攻击啊？这么酷啊！等我一下，他们一直来。结果我要装子弹，笑死！然后干被炸下去了，先让我补个血好不好？我需要补血。好，这边应该他们暂时过不来了。哦，好多了，我他们来了，这要一直走位才行啊。酸哦！快快快！这没有简单难度吗？弹药箱，弹药箱。好，他们要走了。呼叫推进器，这是干嘛的啊？他们飞走了，不管，我要走了。他们逃跑了、欸，他们怎么逃跑了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去另外一个区域。我想说，我要去 B 还是 A？ 我们去 A 区好了。有想 A 区要怎么去啊？进来哦！奇怪，为什么他们无缘无故会突然就是好像有恐龙受伤的那种感觉啊？无人侦测机，把它打下去干嘛？无人机拿到了。高报酬吗？哦，靠北一直来啊，这我很小哦。看，太多了吧？先跑。呜。炸的好啊！来看一下这里啊、哦，
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拖了，我们要速战速决。这个拖下去真的会死人。Oh my god！ 马上 buff 起来呢。Oh my god！ 我靠，我还被咬住是怎样？不要抓我啊！我不好抓啊！他们太多只了。Not so tough now, huh？ 完美，另外一个在哪里？看到另外一个在这里了。这边有个超大的油罐桶啊！嗨，你好。靠，这边都是迅猛龙，难打死了。啊，这里是空的啊。靠，我从头被追到尾啊！那边啊，那边啊。只能用这种方式打了，妈，你克难到爆啊！哎呦，我被烧到是不是？他会死，林北真的会死。哎呦，金酸哦，这里没有，前面那台。我需要补给。开门呐！哦，怎么突然爆炸啦、啊？叫我从别的地方进去啊！我一直从头被追到尾，玩屁啊！这里是不是 ？Need a payload。他们都没有够硬，好啦，我推啦，然后咧，运输器弄丢，我不懂这个推进器要干嘛，然后林北从头被追到尾，冲啊小。我走这里好了，受不了。看还是要追到哪时候啊 ？Oh my god！ 好像停了，没再追了，是不是？突然觉得有好一点了。什么东西？威胁级别中，对吼，这游戏有没有地图啊？有哎、欸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去这边，这边妈夸张过不去，我们改去 B 好了，好不好？ A 太难了吧，我折磨人啊！去 B， 可是 B 好远哦。还是我们悄悄回去 A， 还有的就这样子。
悄悄的回去 A 一下。不要被发现。我都还有的救这样。他们远远的应该看不到我吧。希望他们都是智障。我们还有个运输船没弄到手啊，被发现了，垃圾！哈哈哈哈哈！按住复活！被吃死啦！直接放弃了，一个人啊，怎么玩？我准备重生嘞。等等，我想一下这个到底。我想要直接邀请，有没有电脑啊？对啊，这个有点夸张了呢。一个人不能玩，你好歹就是你自己你也知道的，边缘人也要有游戏体验啊。你这个边缘人不给游戏体验是怎样？还是说我们一开始一进去的地方就是最难度啊？因为它下面好像这个好像还有分等级吧？哇靠！你要我们回家，然后给这个上面全部都是这个满清的威胁级别高 ？What？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玩回家呢，他妈真的找死哎，真的让你回家哎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集呢可能直接来这个威胁级别低的来解一下好了，什么调查营救啊、残痕之类的。然后要是你胜利的话，你这些枪支还可以做升级啊，哎，去做一些改造之类的，有没有可以解锁升级，这样会让它更强。如果啦，娜娜没有他们有这款游戏，可能找他们一起玩说不定吧，好不好？今天到这啦。如果喜欢片呢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二次灭绝再见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